实就很是年轻人跟现实，然后跟他的期待中间的一个纠葛。那这个听起来会比较沉重一点，所以大家。多了一些粉丝，好。好的，来，我来签，谢谢。好，在鼓手正在 C 的同时呢，我们来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好了。刚刚唱 rap 的小光头是王延善。王延善。啊，杨绛出现了。这个黑人是，我叫薛志轩。薛志轩。哪这位是？侯冠宇，这一场真好配合哦。好了，鼓手在忙。那你先讲你的名字吧。艾文汉。文汉。好，我主唱方权。方权。我们主唱方权。好的。啊，这个局面真是有点尴尬。来，那我们介绍一下主持人哈，我差点忘记我们主持人老师，他是我们的鼓手老师，今天穿的西装笔挺，总是要介绍一下。对，来，我们表演完之后要去相亲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啊，有啊。啊，对哦，我都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五十老师，我是大鼓。谢谢。五十是硬币里面最大的。Let the better of my life